妈了个巴子的，不服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把武器还给你们，咱们接着干。有武器的赶快交出来，如果搜出来，那可就不好看了。快交！诸位，谁还有武器？请交出来。 报出你的姓名。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。魏总。 魏总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这可是最后一架飞机了。
毛泽东此人，他好像是在填词作诗一样，把种种奇思妙想用在东北大战指挥上。他径直长春沈阳于不顾，用牙签一插。 取得了晋州，谁可以想象得到呢？魏总司令，魏总，共军的炮火就要封锁机场了，快走吧！你们走好了，我哪里也不去，这里最好。 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上将在隆隆炮声中逃离沈阳。1948年11月2日，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解放，同日解放营口。 辽沈战役前后52天，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匪总部。 4个兵团部，11个军，33个师，共47万2000人。计算辽沈、济南以及全国各地区92个月战果，人们发现双方军队数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的倒置倾斜。人民解放军有280万人上升为310万人，国民党军。 有365万人下降为290万人。辽沈战役结束不久，毛泽东著文宣告：“原来预计需要5年，现在看来只需要1年左右便可以从根本上将国民党反动政府打倒了。”